下面我们请冯老师。我们介绍一下冯老师哈。冯老师是冯东华，毕业于武汉音乐学院二胡专业，在国内大学的音乐学院担任二胡教授数十年，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的会员，中国高等学校音乐教育学会会员，是我们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考级委员会专家评委。他多次荣获中国管弦乐学会优秀指导老师教师奖，现在目前在我们中心教授二胡，是我们的乐队的指导老师。 OK， 欢迎。今天我给大家演奏一首《良宵》。Thank you.